艾丽，小提琴，打的是狐狸，小蝶。船上面是一个佣兵啊，带的是传送。这里佣兵下来，哎，看一眼，看到红光再上去，一看是个佣兵，那这里得打了呀，反正有带淬火的，骗你两个货币也行，淬火待会儿直接交传送，交个货币，交一个我不亏，交两个我有点小赚。垃圾男，哎。假装这些都是骗的，就想要把这个货币给骗出来。因为抓个佣兵，你这刀打上了，后面一刀是很难追很难追的，就想要逼他交货币。这边佣兵很稳的，淬火开了，直接传到了先知这个点。感觉刚才艾丽应该是没有真的想要去打，就想要骗一下护臂。但是这个佣兵真的是好老道，就不交技能，一个秒技能没打中，这边接了个大洞。要保先知吗？保先知穿大洞，传送已经交了，这大洞取消了好像。先知这里不好抓，得等技能。好，技能好了，这边应该是能拉中的。没拉中，完了，这把节奏很差，打一刀，这先知刚才那波走位应该是吸了。不说一半吧，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肯定是有了。慢慢的蹭，慢慢的蹭，慢慢的吸鸟。这里的板子还蛮多的，再等技能，到没下过的板子区。好，再封一个交互点，一拉还是没拉中。哇，这先知厉害了，一刀蓄力刀没打中，还在溜，这明显在回头。抽一刀再绕，好了，感觉鸟应该出来了，鸟出来了。这把已经炸了，鸟顶上一刀打，翻一个板子加个速啊，再往前一走，这把先知打得非常非常的 nice， 或者说这把求生者打得都很好，这个佣兵也是。艾丽拉一下，保平，只能保平了，想办法保平。传送能不能保嘛？感觉还行啊。这里前锋还摸了一个护臂出来，挂这台机，这台机已经被开掉了。如果挂刚才祭司这个点，可能还行啊。挂到海滩边，偏向于防守，但是这边前锋一波撞，直接把人撞了下来。先知这边继续吸鸟，难受了。前锋这边再拖一会儿，外面最后两台机我们看一下，佣兵这里修一台新机，祭司还差不多能修完，然后说不定还会打个大洞到佣兵那边跟佣兵一起修。前锋不着急，等电机，看防守吧，这波防守防下来能翻。话音刚落。就防下来了，没过半，打了一刀佣兵，这里没办法，你只能换挂了，你不可能再去追这个先知，追这个先知这边上去把那电机点开。但现在还是个劣势局，因为你是换挂的，换挂你手上没有一个上挂飞的人，佣兵对吧？你又打不到他，他这边修机，除非你这里传送过去，要么再防一波下来，他这里只能要么再防一波下来，而且这波得出去快点打，把人防下来才行。19%的极限破译加速开起来了。先知有鸟的，先知是吸了一只鸟出来的，但是先知吸鸟三刀流我们也不是没见过。压着前锋要过半，有一个过半的人还可以。追出去，两个人都在。这个船交吗？这个船好像不想交。不想交船，要打开门战。打开门战，这前锋是一个大球啊。前锋是个大球，意味着他开门战很难秒。这边翻板加速，直接拉到一个非常远的距离。
打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四人在场的开门战，再追前锋。好了，前锋这里没有球了，追前锋还可以啊。这样的话有机会保平，有机会保平。求生者，哎，给前锋套鸟，那电击是不是要直接亮啊？这个电击和这个鸟的时间感觉差不多，这个鸟会不会晚一点交会更好？压好了，电击直接亮。交音符，两个音符减速，一刀戳，再补一刀挂飞，有机会。这秒的非常的快，椅子就在旁边，不远。直接挂飞以后直接传小门，应该不会传大门吧 ？Nice， 一刀。佣兵这个位置能不能来搞一波佣兵？有没有想法？我们看一下佣兵有没有想法。先把洞打了，祭司在这边吸引佣兵。这个主要门已经开了，祭司被看见了，这里救下来，一拉，要扛刀，一边扛刀一边吸鸟，走了，平局。哇塞，这一局就抓到了一个点啊，全场劣势就抓到了前锋翻板的那一个点，因为前锋这边当着面翻，然后他正好是一个无穷动，那个狂想曲。